是廖帅，今天的你吃日本料理吗？今天呢，你来到哪里呢？来到台中市新城路的阳城日本料理。阳城日本料理啊，这边呢，中午的套餐啊非常便宜，只要450块钱。而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套餐的沙拉，各位看一下。套餐沙拉里面啊，就是基本的，就是有海带芽，然后芭辣，重点是有个玉米啊。哦，这个白色玉米啊，非常的甜，非常好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的握寿司定时到咯，里面总共有7罐握寿司，各位看一下，上面会有什么？鲑鱼、尾鱼，然后海蛎、糖干、花枝，跟一个不知名的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不过啊，他的那个鲑鱼啊，给了2片重复的，他应该给一些别的新鲜的鱼类吧，给2片重复的。好了，看他便宜的份上，还可以啊。吃握寿司生鱼片料理啊，基本上啊都是从颜色淡的吃到颜色深的，所以我们先从白肉部分吃起。我们先吃一下花枝，这花枝看起来是非常的不错。嗯，我比较粗的味道，这花枝吃起来还好。醋丝签啊，热包啊，4、6，就像这个，就是醋丝签啊，热包。就你看糖是6吧，4、6个，海蛎糖在下，还是吃起来的还好，没有什么甜味。米糖在下，再下下去，然后出保险。吃一下尾鱼好了，尾鱼颜色看起来蛮深的，看起来应该是不错。让它达到那个就是六千的一样，有那个甜味啊，六八的甜味。你比较有那个六千的甜味啊，然后再出保险，然后再放，有其他的放的。我觉得啊，那么生鱼片吃起来都，嗯，很一般般。当然啦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像一个套餐才450块钱而已。接下来这个最爱的红干，这红干看起来是不错，应该是蛮好吃的。这个呢是什么？但是剁碎的尾鱼肉。我要帮你猜。哇，这个烤金鱼吃起来非常的 juicy， 水分非常多哎。今天最好吃的是这个烤金鱼，这个烤的功夫很厉害，不老不柴。刚刚啊，师傅啊招待我吃一个天节瓜。这节瓜啊，基本上啊，它只要稍微烤一下或煎过啊，就很好吃。因为节瓜本身啊，水分就很够，也很甜。谢谢师傅的招待。是吧？这是我们定时的味噌汤，里面有很大块的鱼肉。这鱼肉很大一块，而且有3大块。这个肉卷汤鱼肉部分啊，也算是非常扎实。有这个鱼肉看起来就是很新鲜。哦，小腾腾的茶碗蒸来了，这是定时其中一样。这茶碗蒸里面啊，还有布拉希。多阿姨啊，可以增加它的口感。有这茶碗蒸，太淡了。这家店呢、啊，虽然说商业套餐啊，定时450块，很便宜没错。不
不过呢，吃日本料理是一分钱一分货，贵一点啊有贵的道理，生鱼片啊新鲜度啊甜度啊都有差别。但如果你只想要花个四五百块，你想要得到比较好的生鱼片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以450块来讲，他们已经非常好了，而且没有收服务费。刚刚吃了什么？沙拉，然后7罐的握寿司，然后一个烤鱼，然后一个味噌汤，哈、哦，等一下还有一个甜点，这已经非常的划算了。我们甜汤呢是什么？是3粉圆。我觉得这家2层啊，日本料理啊，非常的划算，450块。姑且不论它生鱼片的品质怎么样，不过我觉得有沙拉、有烤鱼、有味噌汤，味噌汤有3块鱼肉，还有饭后的甜点，这个就是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超值。只可惜那生鱼片啊，味道啊，醋饭啊，那个感觉都差一点点，那个我觉得还要再改进。不过呢，以450块来看啊，是非常划算。我是廖帅 Hamson 廖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